哦，又钓竿了。嗯这么开心，今天在幼儿园干嘛啦？玩了。玩呢？老师弹钢琴，你们唱歌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老师在群里还发了一个视频，是老师在弹钢琴，他们小朋友们坐了一排在那儿拍手唱歌，我们小米酒还在那儿跳舞呢。今天还干了什么呀？啊？干了吃饭，是很棒的。哦，吃饭吃得很棒。是。睡觉呢？睡得很棒，就那两个睡很棒，还有唱歌，还有唱歌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在幼儿园里也太好玩了。哎呦，这才第几天呢，我们就幼儿园太好玩了。今天一点都不比昨天还棒。哦，太厉害了，我们就完全习惯幼儿园的生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因为前几天去拿被习惯了。又习惯了，啊，听，习惯了这么多天是？我弹的和习惯家呢。小红豆又在车里面睡了一觉，这会儿醒了，懒洋洋的，是不是啊？小红豆，啊？哎？嗯，笑呢。我们小红豆每次去都被人家围观啊，这么小的小孩来接姐姐呀，大家都很好奇，没有一个是带着这么小的宝宝来接孩子的。小红豆，你出来玩开心吗？开不开心呀？嘿，哎，就是有点晒啊，每次推着小红豆出来那会儿正是太阳大的时候，给我们晒的油，在车里热是不是啊？啊，真好喝！哎呦，妈妈是不是还不为了接我妹妹，还在家里躺着舒舒服服的呢？小米酒说，还不是为了接你妹妹，在家还躺得舒舒服服的，是吧？是我今天晚上那边有太阳，不去了。乖，你找了个好地方坐着喝是吧？今天去看的威力狗的汪汪队，前几天都没看威力狗的汪汪队，今天又看汪汪队了。嗯，第一天上看的是那个小猪贝，看都不肯看，第七天第五看的都是汪汪队，都不看小猪佩奇呢。妈妈，如果明天还是跟之前一样吧，也跟西川阿姨和果果妈妈一起来接我的话，你就给我带个这个，然后那一起分享的喝。对，明天不上学。妈妈，明天不上学。哦。休息两天。对，休息两天。老师今天跟你说啦。还有点小失落呢，是不是啊？你想上幼儿园对吗？就是幼儿园太好玩了，我不想休息。不想休息了。妈妈是不是就休息的两天？是的。这一天就开始上幼儿园了。对，你看看，姐姐都不想在家待着了，都想去上幼儿园，不想休息，是不是啊？嗯。